在家呢，大哥呀。哎，你是谁呀？啊，我是你新搬来的邻居。啊，那啥事儿啊？那啥，你说第一回来吧，你说啥也没拿，我还得有事求你。那个，我家那个马桶堵了，你说我也不会通啊，你看你方便帮我整整不？这都小事儿，走吧，我给你整整去。麻烦你了，大哥。没事儿，邻里邻居的。哎呀妈呀，赶明儿吧，你别啥玩意儿都往那下水道里扔，你这要不能堵吗？麻烦了，大哥啊，谢谢。没事，有事吱声啊。啊，好嘞。哎妈，大哥真是好人呐。哎呀，今日不忙啊，大哥。妈呀，没啥事啊，你又来了。嗯呐，那啥，我今天还有个事儿求你啊。啥事儿啊？我家那冰箱不知道咋回事，这两天它一直不凉，你给我看看去呗。不凉啊？那是缺氟了吧？这我给你瞅瞅，这。哎呀妈，大哥，你咋啥都知道呢？哎呦我的妈！除剩啥也不会，剩啥不会啊？这回好了啊，凉了这回。哎呀妈，太谢谢你了，大哥。没事，那啥，我先走了啊。嗯，你慢点，大哥。啊。哎呀妈，这大哥太能干了，谁嫁他可享老福了。哎呀。哎呀妈，大哥你搁这儿呢，找你一圈的。啊，干啥呀？那啥，我家那雨刮灯坏了，你给我修修呗。雨刮灯坏了。啊。啊，那行，走，我给你看看。啊。好嘞！哎呀妈，大哥你可真神了啊，这拧开就亮了，没啥事了吧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那我走了。哎呀妈，这大哥也太厉害了。咪咪，撸猫呢，大哥呀？哈哈，那啥，我家炕塌了，你帮我去整整去呗。哎呦我的妈，炕塌了，咱说使那拉筋干啥呀？这不年久失修嘛，谁寻上顶上就塌了，你说呀？不是，你说三天两头的老找我上你家帮你干这帮你干那的，那你就让你老公干呗。我有老公还找你呀、啊？真是，这不一直没嫁出去呢吗？瞅你面相得三十好几了，咋的？不着急呀、啊？那咋不着急呢？没遇着应当的吗？要不你看看咱村有没有单身啥的，光棍啥的，你给我介绍介绍呗。单身光棍，咱这屯子没有单身光棍的，都成家了。哎。一说成家，我还没成家呢。哎呀妈呀，那赶上好啊！我就想找一个又能干又持家的，你看你全占了，要不咱俩凑凑过呗？咱俩那也行啊。那你同意了？哎呀妈呀，那行，走，大哥，今天咱俩领证去啊！走走走。你领啥证？炕着还没修呢。先修炕。